你准你怕啥的？干净完了。这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局面啊，没有进球啊，没有进球的话来个接清啊。小号球的话难点呢，就是这个三号球，就是一颗难点啊。像大号球的话呢，你像这个13、15啊，这都是稍稍有点难度的。不过咱们可以一会儿调一个这样的角度啊，打14就是 K 一下，这球就不难了，是不是？那咱们现在呢，看看12可以传9的话，咱们可以先传球啊。小小粒儿传完之后叫14。叫14的目的就是刚刚我说叫那个角度，咱们有球一定要先 K， 不要后 K 啊。这球带点小低杆，看着啊。你这么一 K， 你看是不是非常的 perfect 了，全开了，这局面，你说谁来谁清不了吧，对不对？中低杆轻轻一点，然后这球的话11啊，中低杆左塞在7号边绕回来啊，看看，夸夸的，然后13的话呢，正常的一个中低杆吃起来叫15，最后拿12叫黑八。你看这思路非常的简单啊，中杆高杆两颗星，这台球子你说免了得了啊，还有这后面能不能怼进去。感谢老铁支持，说您关注，谢谢。你学费了吗？安排啊。